小玲啊，你说昨天晚上怎么回事我好像记着昨天是阿丽500次相亲失败，咱们喝酒庆祝来着。那喝完之后呢？喝完之后就今天早上了，中间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小玲，来来来来，咱们情景再现一下啊！现在呢，你是阿丽，我是你。咱们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，预备 ，Action！ 来，为我的第500次相亲失败干一杯。阿丽呀，放弃吧，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找到另一半的。现在呢，在动物界呢，有一种动物是雌雄同体的。讨厌，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我要是嫁不出去，就只能便宜你了。阿丽呀，你是不是喝晕了？要不我扶你进屋睡觉吧？好吧，你搀着我，我有点走不了。来，你搀着我。哎，小宁，我明白了。他昨天晚上趁着酒劲儿把你给……不对呀，那我跟他进屋了，你干啥去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是昨天晚上帮他把你扶进去的。天哪，他不是分不清我和你？哎呀，你俩怎么了？没事呀、阿丽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睡得有点晚呢？嗯，是有点晚。那你昨晚睡得怎么样呢？挺好的呀，自然醒。就没做什么奇怪的梦？没有啊。拿回去。天，哎呀，你看你不说帮帮忙，哎呦，啥呀？婴儿奶粉，一段的，0到3个月使用。阿丽呀，干嘛？你这买奶粉，阿丽这才半个月呀，这不有点太早了呀？这是谁说的准呢？对不对？再说这一箱也不能一定能吃几天呢。这一桶多少钱呢？200多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不算多了。这个是我从一个孕妇手里抢过来的。以前吧，我朋友他们去香港什么的，出国呀，我都让他们给我带名牌包啊、香水啊。我现在全是奶粉。这一桶能吃几天呢？几天？3-5天？7-8天？应该是7-8天吧，3-5天有点太快了哈。不过我跟你说，这小孩要是过敏的话哈，就得换成那种全水解和半水解的。嗯，不过那样的话更贵。感觉不能买点国内的吗？王小明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回头你从网上订点欧标的啊。你要是说澳洲还能更偏点。不懂。这个要是从买人上说呢，澳洲的更好；但是要是从安全角度说呢，就是欧标的更严格一点。哎，来，子栋，这个你拿去试试啊。阿丽，我用着有点浪费吧？我18岁之后就不再尿炕了。那你就回到18岁，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你用完了，宝宝才知道它适合哪一款。我现在试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呀？早什么早啊，尿不湿那么多品牌呢，你每天试一款，最后了我们把最好的一款给你绑。得嘞，这几天啊我就告别厕所了。来，
你们俩一人拿出来一下，我比一下，我看看哪个好看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子豆，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小娘，你说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？都是，都是。那你们俩说，你们会觉得这个宝宝长得像谁呢？我觉得鼻子应该像我，眼睛的话就像子豆吧，他眼神比较活。小宁啊，其实长得像谁都无所谓，主要是个头别像你就行啊。一人一本啊，好好看，过两天我考察。Baby 孕妇婴护理百科，80后新爸妈轻松育儿手记。好了，你们俩好好看啊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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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婴儿在妈妈的肚皮眼里4个月了，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鼻子和眼珠子了。喂，中介啊，啊，再给我找一份小时工的活。什么？我已经有6份工作，别怕我累。对，我得赚奶粉钱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好呀。哎呀，阿丽，快，慢点，慢点，慢。累死我了。哎呦。哎呀，阿丽啊，我都想好了，作为一名男人，要敢做敢当。对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退缩。看你俩说什么呢？你肚子里的孩子呀。王娘，说谁肚子里有孩子呢？你让我从网上订奶粉，还让我看这本书《轻松育儿手记》。啊，我一朋友要生宝宝了，我让你帮他订，怎么了？阿丽呀。你让我帮你试那个纸尿裤，我的屁股都呼烂了啊！你还问我喜欢男孩女孩？我一朋友生宝宝，他每天问我这些问题，所以我就让你们从男人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吗？这么说我翻身了？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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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做生意屡做屡败了，我社交圈不对呀。你说天天跟你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玩，做生意能做成吗？哎呀，宁儿，你自己没能耐别赖我们啊。我们怎么了啊？你看看我，啊，搞艺术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人类精神食粮的供给者。你可拉倒吧你！你还精神食粮的供给者？你是精神病食粮的供给者。你说你一天拍那破玩意儿，你能拍出啥内容来？哎，不是，我听你这意思，怎么小年儿，你是要走那个高端的社交路线是不是？没错，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走高端路线，一会儿我就练高尔夫球去，就走高端路线。装吧，装你也不会装，我就这就走。哎，我说行动就行了。哎，年儿，你干啥去？走高端路线打高尔夫球去，去去。你说你这死出，你看，你还走高端路线？你往哪走高端路线呢？长得跟小矬子似的。打啥球？高尔夫。高尔夫杆呢？球呢？卡呢？你在哪呢？都？我到那先买去。你以为去澡堂子呢？人家都给你备好了，洗头膏、护发素、沐浴露啥的。你知道一个杆多少钱吗？多少钱呢？便宜的那都就1800-1900块钱，贵的都10000。那我找木匠打一个就完了呗。你以为给你打拐呢？啊，说打一根就打一根。你说你一点也不专业，你还穿个皮鞋去？球鞋呢？我有个钉子鞋。你不怕把人家草坪踩秃了皮了啊？钉子鞋，你就不用说，你就，咱说小的吧。那球你知道一个球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那都10好几块。你想你打一下午你得打多少个球？
怎么也得七八百个吧？那就万八千块钱呗。你说你里面这包除了电话就面巾纸，你还装啥呀？你钱呢在哪呢？能够吗你？那你的意思我就走不了高端路线了？走不了高端路线，你别着急，那不行咱就走低端，咱先练，一切从简，咱以练为主，这事我给你安排啊。娘过来，过来，来把杆儿握好啊。这玩意儿也太简陋了。刚才不都说好了吗？咱们要克服，对不对？一切从简，刻苦训练啊。那个子东，把那个球洞还有球都拿过来，都摆好啊。你先找找感觉。对，这拿一盆什么橘子？和拿这么多核桃干啥用啊？我那个核桃夹正好坏了，你打完我正好能吃。嗯，你来，你不吃吗？来试试啊！来，太近了，没事。姿势，姿势，状态。哎呀，抽反了你！再来一个，来，姿势，哎。走，这玩意儿掉了，你说你准备这破玩意儿，打着我了，打着我了，不好意思。再说你这玩意儿气氛就不对，你这打什么玩意儿啊？哪有气氛呢？你看你这小孩脾气一点也没改，说急眼就急眼。你要画面吗？不就是要画面吗？子东又睡着了，你说这孩子，把那个沙滩椅还有太阳伞都拿过来。想象就画面啊、哦，想象。沙滩，海浪，仙人掌。王小年，哎，小严，你干嘛呢？我准备走高端路线，这不练高尔夫球呢吗？练高尔夫，你拿雨伞练呢？啊，是，器材越简陋，这不是就是以后训练的效果越好？你看少林寺那些和尚兄弟，全都是负重挑水，最后水一泄下去，健步如飞。我告诉你，练高尔夫球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它都是一对一手把手得教的。小严，你也懂高尔夫吧？咱俩又多了一个共同语言。怎么就又多了共同语言呢？你没听明白啊？人家说了，你打的不对，不标准。我发现你这语言上是不是有障碍啊？我感觉你现在笨的就是的。阿丽说的对，来，阿丽，我教你来打。不是那个，谢我打的。嗯，比如说球在这儿，嗯，想象它球在这儿，好的，双腿平行，嗯，挺胸，腰杆挺直，屁股翘起来，嗯，差不多，来，两个手在这儿，然后把球杆高高的举过头顶，看着球，嘿，好球。小严，你也手把手教我一次呗，来，来，行，来试一下，行，手把手啊，阿丽，你教小娘手把手的，就按我刚才的动作，我去热个身。小娘，刚才不刚热完吗？我听完你说话，我觉得有点冷。那你们俩在这儿好好练球，我找院长说点事儿。不是小严，你还没教我呢。小宁啊，哎，你这个击球呢，现在练得不错了。是。但是那个，你这个发力啊还有问题，你应该再使点劲儿，这样能打得更好。你要是累了，喝点饮料呢。这球没几个了啊！这核桃，你赶紧找，要没得练了。妈，还真是，要不咱换一个？你起码换个像样点的，是不是？阿丽啊，嗯，去把冰箱里那个元宵拿出来。来，王总别着急啊、哦，马上就来。像样球啊！现在基本上闭眼睛打的。来，王总来吃核桃啊！核桃要你在那边，你张嘴，我看能不能打你嘴里。不行，我这牙受不了。那王总球来了啊、哦！这个还挺像，起码颜色对哈。嗯，来，王总，你等会儿，不要。王总，这球怎么一下还打没了呢？嗯，球呢？啊，球呢？这不粘杆上了吗？阿丽呀，谁让你拿手元宵了？那冰箱不有生的吗？那什么，这样，你把这碗子先给我热热去啊，先给咱俩。嗯，不好意思。哎。张总是我，打高尔夫啊，
我都好长时间没练了。行行行，那咱们说好了，明天下午2点不见不散。没问题啊，拜拜。行，明天下午干啥去？打高尔夫球。带我一个呗。你练的行吗？我现在练的可好了，你放心吧，你要带我去，我肯定给你张脸。那好吧，那你明天跟我一起去，不过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言行哦。实现我人生重大转折的机会到了，明天瞧好了。哎，都在啊。哎，李护士长回来。嗯、啊。慢呀，宁哥。慢呀。你看看你，就是平时训练不严谨，这怎么样？到现场干的是不是又抡自己脸上了？小宁啊。你告诉你这让谁打的啊？你告诉我和脸脸，我俩去。别冲动，别冲动，不是别人打的，是我自己整。你这今天打球打得怎么样啊？这是？小宁今天表现特别好、哦，张总他们都夸他身手敏捷。哎呀，那这么说那算妥妥的了，说明咱们宁少那走高层路线算成功了呗。大家都对小宁印象特别好，说他捡球特别快，有两回那球发出去，球还没到，他先到了。妈呀，捡球去了！那个阿丽，你去把那碗元宵给我拿过来，赶紧让咱们宁总抓紧时间训练，以后到赛场上把面子找回来。这找什么面子？找面子？给我煮了，我得捡一下午球，热坏了，给我，我煮了，我手得拿过来。阿丽呀，阿丽，你说今天咱们看那个老年屁的梦幻漂移是不是挺好？嗯，太有那个。我觉得结尾太精彩了，就是我没看懂，什么意思呢？好像我看着感觉应该就是最后那人用屁把大家都崩死了。嗯，哎，阿丽呀、啊嗯，你有没有听见一股小孩的声音？还真是。有小孩的哭声，啊！有可能是谁把他当成手机铃了吧？嗯。哎，阿丽、子栋，你俩在这闻什么呢？小宁，你听有没有小孩的哭声？啊，好像是有。啊！天哪，真有个小宝宝！子栋，你看着。妈，这孩子眼神这么呆滞呢？谁家的这是？嗯。哎。啊？谁的孩子这是？呀。这疗养院里面谁的孩子呀？没有，这可不是我的啊！哎，阿丽，你们回来就好了，快快快，宝宝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刚才只好把他晾在沙发上冷静一下了。刘护士，嗯，这孩子你在哪儿弄的？我的。你的？飞岩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瞒着我？是大事儿，我刚刚去那个医院拿药的时候，在妇产科的过道上看到他了，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半天了也没人理他，我就想把他先带回来。你放心，我通知有关部门了，会尽快联系到他的父母的。完了，这孩子肯定没人要了，你说谁家父母这么狠心？你说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啊？就先放咱们疗养院养养呗。王小娘，你不会不管他吧？我这么有爱心，怎么会不管呢？来，让叔叔抱抱。来，叔叔抱抱来。来。哎呦我天妈！王小娘抱反了，反了！哎呀，这样正没。阿丽，你怎么办呀？宝宝一直哭。是，这可咋办呢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子栋你就别哭了，你快想给宝宝弄点吃的呀，是不是饿了？我让哪给他弄吃的？我也没有奶，我的奶粉昨天还让我喝了。哎，没事，子栋，我屋里还有奶粉，你赶紧去拿。哎，小妍，你那奶粉是不是国产的？不是，是泰国的。那可不能喝呀、啊，喝完这将来这孩子是男是女都不一定了。啊，要不然给他熬点米汤喝吧。
你看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又没有米。你下点方便啥的呢？你下点方便啊？啊，行啊，我那屋里还有一包榨菜，你都下来。哎，榨菜啊，再放点肉丝儿，再炒一下，再煎个蛋，妥妥的。哎，你俩想啥呢？就这么大点个小宝宝，给他弄榨菜肉丝儿啊？那能吃得下去吗？阿丽，你就不好意思怨我了啊。那什么，莲莲啊，啊，一会儿就光放榨菜就行了。啊，那我这就去啊。多下两袋啊！好。哎，阿丽，你看怎么办？宝宝怎么开始抽抽了？呀，我也不知道这咋整啊！我也没当过妈 呀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以我的经验啊，这孩子应该是饿抽了。啊！那怎么办呢？宝宝，一会儿回来了，快！那个，来，那个小妍，你嘱咐我买的东西都买回来了。小妮儿，你回来就好了。宝宝他一直哭，怎么办呢？来，我抱抱来。来，哎，来，哦，乖，哦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要不说我有孩子缘吧？对呀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味儿啊？妈呀，你挺通便的你呀！哎呀，你们吵死了！你别把我宝宝给吓坏了。就是，我抱着他走走吧，你们都别烦他。啊，不哭不哭，啊。小妍呢？你看你抱孩子是不是也挺累的？你要不这么的吧，你抱着孩子，我抱着你，这样你才哄孩子了。那个，刘护士，哎呀，你别太辛苦了，来，我帮你，你照顾宝宝。你行，你抱一会儿，我吃个饭，我就回来接班啊。好嘞，宝宝。哎呀，那个宁啊，你看哈，我这抱个宝宝，哎妈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累的呀。那个子栋啊，奶奶，你俩跟阿丽换一换，你可别整个累阿丽一个人。我累，累的呀。哎呀，小妍啊，你看你愁的，你要是有什么心里话，你就说出来，别憋着啊。我就是在想，要是宝宝的爸妈一直没来领走他，那不如。就我把他收养了吧，以后我就是宝宝的妈妈。小妍，你说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单身的女孩，我怕你扛不下来。这样吧，我来和你共同承担，我来当孩子的爸爸。不对，小妮儿啊，这个孩子呢，在成长过程中呢，这个教育是最大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我呢，作为我们疗养院里。艺术修养最高的人，我认为我最适合当孩子的父亲。哎呀，你给我上一边去！你要说有修养，那还得看文凭。你这孩子归我，明天我抱他去考研去。走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现在也不好老叫他宝宝了，我们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嗯，我都想好了。啊？我觉得孩子就叫王爱妍吧。不行，姓王太俗了，知道吗？对，应该姓张。那将来应该当个大导演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名，哎呀，那知名度，哎，这孩子出生就……什么呀？你们俩那张王都囤。要说这孩子这个名字里面一定要有一个“脸”字，那多有面子呀！小妍呐，我想了一下啊，我觉得你看你年纪那么小。你成天抱个宝宝，你这走来走去，那邻居不得指指点点的，嗯，是不是？我牺牲一下，我呢，当宝宝的妈妈。子栋，你刚才说的对呀，啊，孩子就应该姓张，姓张好。不对，应该姓王。啊，姓张应该。啊，对，姓脸。对，姓脸。应该姓拉的好吧？哪有姓脸呢？行，你们仨够狠啊！这样吧，既然大家都同意收养这个宝宝。那我们就要做好全部的准备，来迎接我们疗养院的新成员，好吗？嗯，我没问题，小妍，现在就看子栋了，表个态吧。上刀山下油锅，两肋插刀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明天起咱们买东西的钱一人一半。啊，这事儿你别找我，不找你找谁？千万别找我，你不说上刀山下油锅吗？小妍，按你的吩咐，我把东西全买回来了。嗯，婴儿床、婴儿车、尿不湿、奶粉，这家一大车，一会儿就他们就给搬上来了。哎呦妈！别忙了，宝宝没了。
没了，宝宝哪去了？宝宝的亲生妈妈把他接走了，他妈妈回心转意了。这整的太伤感。妈呀，这个走了都还折腾这么几天，给我们累的。不想多了，与其要别人的孩子，不如自己生一个。小妍啊，这个事儿呢你就不用问我，也不用跟我商量了。我看那个小宁啊，咱那个床钱你也别要了，然后就当我和小妍的孩子将来的份子钱，好不？不是，就子栋这事儿你不用帮忙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小妍啊，你说咱俩现在啊要孩子就得抓紧，是不是？趁阿丽年轻能帮咱带带。再说你年轻，恢复的也快。你跟你有什么事儿呢？不是，这我俩生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俩生孩子，你谁生？谁能生？你生？我们俩生？你有证吗？我俩这结婚了，你生谁生？你生一个，咱们总得把面子找回来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成天抱个宝宝到处走，那人家肯定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道四的，是不是？那什么，有点粥什么的，是吧？对呀，我没说。你这一整，心里有点忧伤。我心已决。